哎，你好，这个装模视频你看一下，你直接就说这边是空的，模放上去就可以了啊。放上去的话，你从这一第一根杆子下面，对，下面穿过去，啊，才从这根杆子上面穿过去，穿下去，然后再从这一根杆子，这一根杆子下面，下面往上穿，穿过这一根，穿过这一根杆子，然后从模具的底部，从模具底部直接拉过去。从第一根杆子的下面啊，第一根杆子的下面穿过去，啊，然后多拉一点比较好穿一点，然后从第二根杆子的上面，对，多拉一点，从第二根杆子的上面，下面穿过来，反正都是一个穿插的过程，然后这根杆子下面，对，从这根杆子内侧，啊，然后将模这个固定在这。你好，膜拉过来之后，你可以用胶带纸啊，胶带纸固定在这个中间，固定一点点，或者就是说用一只手摁一下，摁一下啊，摁住之后，然后点这个收膜啊，点收膜，它就会自动拉过去啊，这样拉紧啊，这样就会拉紧了。那两种方案都可以，一个胶带纸粘，一个点收膜都可以啊。